播出去了，都被听光光 了，不用怕了。对，我们在谈论他的身形的时候也都出去了。对，对，都出去了。我只知道我们昨天三个人想要去打 boss， 根本打不到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个阿旺有调回来吗？不是啊，有调难吗？现在零点七五，降了25%啦。现在攻击降，攻击降25%，因为我们都是人多行动，太帅了。好，我们输出太高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知道，可是我们昨天打蜘蛛，把它打出洞里耶。对啊，昨天出洞个。他跑出洞，他走出洞啊，然后再瞬移回去。嗯。哦。他血量回去吗？给你吸引。就回满啊。啊。满血了，回满。没有啊，看等下有没有人要。那干嘛给我？因为你这样，我不能做蜥蜴的 skill。我以为他的狗狗，我以为他的狗狗是穿上去的哎、欸，因为我想说，我这只体质不错，它力量180。不是，它是变成另外的。哦。所以是要不同人把它抓出来就会变，是不是？没有，要小雨那边。你放出来之前就要先喂它吃饲料、欸。吃一个特别饲料，它就会变了，就不会能改了。吃 DLC 的饲料。小雨。哦，安娜，这只跟我那天的是不一样的哎、欸。啊？我那天不一样，因为我，你知道我乌龟有四种，我昨天怎么弄都是第一种，你这只是第二种哎、欸。哦，所以它会长不一样吗？这位，这位，我偷看一下，但是它其实根本长一样，还是其实有不同？没有，不同的，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很不一样吗？因为。会有红色、绿色的啊，有红色、绿色，或者是那个。哇，看起来好酷哦！岩背蜥蜴，可是它是紫色，紫色底耶。哎呦，紫色底是 DLC 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在想，你会不会出来感觉应该一样？原版的红色跟绿色的差别，它就是不同颜色。可是应该是孵不出红色的，红色是小王。哦，知道啊。哎，有会，会，会吗？阿旺，我们之前会。你们两个哦、喔，有我忘了啊，好像对对对，你听得懂哦、喔？对，我们两个，对，没错，观众最喜欢听。可是应该是会有，因为我的 DLC 它也有分猎狗跟大猎狗。哦，那只是有可能会孵到比较强的。然后你知道我在那个他不是除了 DLC 那个市场还有卖东西吗？嗯，他骷髅犬害我好想买。什么事买了吧？贵好多哦！哦，你是说玩家卖的骷髅那个哦 ，skin 吗？不是，你看那个，你按 tab， 然后最右边的市场。哎、对，有骷、啊。可是这个币要怎么得到啊？嘛，就氪金啊，就是氪金吧。哦，值货币。该氪了吧？你看一下左下角还有一只狗。它好像是不一样哎、欸，它是不死犬，它不是猎狗。就左边，他是恐狼，好不好？什么狗？你们都很不尊重他哎、欸。没有啊，你看错了啦，是上面那个啦，他有一个好、哦、上面的，不是还有下面有一只、哦？我想说左下那个不是恐狼吗？一七零一的那一个，1701的那个，买了吧，杰克。Hello， 弹爪龙。他是氪金的币啦。701。九幺，大家都到可以啦，19.99就可以买了啦。好好你说克罗姆币那个是氪金币吧？对，氪金币。我讲一下、喔，现在第一游戏的特价哦、喔，好不好？要买赶快买、喔。开元套装诶，熊猫团团。哈，第一游戏又氪特价了啦，该买了吧？再看看了。全部25%。来来来，大家都在吗？九个人都在吗？哦，是我。九个还是十个？啊，一。好像不好请假哦。三。棒。我是四。五。不要。喂喂喂。哎、欸，777，抱歉。哦，八啊，777，八，九，十嘞，十嘞，十，哎、欸，哦，有，那就是都到了。好，好，就我今天请假而已。那我们先宣布几件事情哈，第一个就是一个好消息的，就是我们发现了我们之前的素材是两倍消耗了，现在调回来了。好，两倍消耗，全部都有的，查库的。我们在玩超困难模式、欸，哎，对，我们是困难模式，哎、欸，啊，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，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多人行动，所以我们的攻击力有小小的 nerf， 现在是0.75倍。哦，攻击下去，应该不是好消息。下，
下降。可是原本是砍更重、欸，原本砍更重。好像你说第一个确实。好像你说第二，然后面是坏消息，就是这大概稍微降低了，然后就以上交给村长。哎、欸，今天很简单啊，各位。今天，三件事情可以做哈。第一件事情哈，就是呢，去养宠物啦。一个人，今天结束前要有一只宠物哈。那个跟班不要是人了哈，我们要飞人，好不好？飞人，好好好。大哥哥，不知道获得不知道的人就去问小雨老师。好，那个简单说，绑架了别人的小孩子，拿回来自己放就好了啊。对，用什么吧？别人小孩，对，直接抓起来。啊，假设哈，你们的宠物哈，已经就是你们已经有非人的跟班的话，第二件事情就是呢，你们可以把你们家里面的那个工作站哦，也可以去拉一些就是奴隶回来，好不好？就是工作站，你们自己家里的，因为呢，我知道市场这边这个里面的其实还蛮多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没有工作站的要怎么办？家里没有工作站的话，第三件事情请拉平你们家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不要再一接石头了，我看得很受不了。好，先把它一个酒盖，那九层塔怎么办？没有没有，我不要求全部换掉，好不好？就是你如果不想拉皮也没关系，你们就做一点装饰品在附近看得出来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村长那个右手边那座塔，这个塔没有那个一样啊，如果他因为那个拉皮我知道太辛苦了，所以就是做一些装饰品也 OK 啦，好不好？装饰品，把它挂几个灯，挂几个灯。圣诞树，圣诞树。你如果要给我买这个灯也欢迎啦，这个灯笼好不好？很酷，漂亮哦，这可以做给你看啦。装潢就对了。要什么材料？要钢吗？这个我记得超简单，我记得好像不用钢。都要钢加固物吧？钢加固物的话是我家前面的那个栅栏啊，你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哦。那个奢侈栅栏。对，奢侈栅栏啊，奢侈栅栏，那个要钢加固物。应该会刺人吗？我记得会。对，好啦，那那个市场里面都已经盖好了，那个你们想要自己加工作站就自己加。好，解散，好，杀，好，解散。遇到养宠物的，请来动物园。我还没有宠物啊。那我可以先回家放个东西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我是一个 NPC， 我会站在这里。好的，我等一下就来。在这里正常。也是一个 NPC。有需要货币吗？货币。有需要是不用啊，买吗？还是直接拿？是不用买啊，这里面已经有先有几只了哈啊，有那个有蜥蜴啊，我们现在可以抓到应该就是蜥蜴、鳄鱼、猎狗跟羚羊，就是那个瞪羚这样，现在应该就是这四种。嗯，对，然后它的方法就是呢，来看这个里面哈，这里有没有看到这个动物栏？你打开它之后，这上面呢，我们就是反正等下出去绑架人家的小孩回来，然后下面丢他的食物给他吃。啊，如果是吃素的呢，就丢那个什么纤维给他吃就好；啊，吃肉的就丢肉就好了。那是直接丢地板吗？就是丢在那个动物栏打开里面，还有一个物品清单里面，那妈怎么绑它？就是你出去呢，你会看到一些比较小只的那种小动物啊。通常你如果靠近它，它会自己绕跑的那种，就是你就走过去靠近它，然后按一把它直接抓起来就好了。哦，自己怎么没发现啊？英文的“英”把它绑起来，那兔子也可以抓。兔子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看到兔子到底可不可以。你可以试试看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如果你有看到的话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是氪金鳄鱼啊，有想要领养它，可以把它领养走，没关系。我要。它是人的样子。我要怎么领养它？就是一样跟那个跟奴隶一样，用那个跟随就好了。跟随走。啊，你自己再去改名字，然后对，你再把它改名字。那血有150,000哦，真假的？啊，这只没有，不用啦，那是经验值的。哦，现在在他血很少了，头底下500血而已啊。看一下，好惨，我把我地板拆了。对啊，谁拆掉地板啊？好狠哦！我按到了。这真的有你那只龙二。盖不了，有人在里面还盖不了。我卡住，我卡住。你看，我声音。我要怎么让他？那鳄鱼不见了。被带走，打架了。我刚刚在打架，这边打架了。匕首准备好，匕首。有人来了。匕首准备好。准备好，小匕首，拿起来。
哎呀，他出来了，他不跟着我耶，没有太近了吧？迟钝呐，他没办法。对啊，你要拉远一点。对，他这个位置不能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按他，他变守护了哎、欸。嗯，哎呀，你要还在守护这一块。可以啊，可以先啊。反正现在是追踪啊，但是追踪我，他现在追踪我。哎呀，他发动我了。你他长得好像犀牛哦。懂了。没有，我以为。猛砍我。砍你？为什么要砍你？旁边的路人呢、欸？我是不是穷酸样？没有 ，NPC 基础装。正的样子了，对他已经是最正的了。我有了，我要回家盖房子了，拜。可是我已经把它虫拿起来放过了呢。你说这一块、哦，它坏掉了。那我要去抓动物了。他说我这个动物脸太歪了。因为后面那个山坡的关系、啊，这个马场歪了，早已盖是不是？对对对。这个之后我会帮你移位置啊。啊，那我自己先拆起来没关系。因为我下我先回收，我先回收。我还不会用这啦。请问抓动物我可以单独行动吗？可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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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开干了。那、啊、如果想要抓鳄鱼的，在那个我们的鳄鱼池旁边有机会会抓到，可是那个小鳄鱼他妈超小只，大家要自己仔细看地上哈。蜥蜴哦，金放大鱼。对，有没有小骷髅可以抓啊？我没有小骷髅，我身上还有一只鳞片。没有印象看过。啊，对对。你想抓什么？无数者。你想抓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看缘分。看他有什么抓什么是不是？对啊。你是不是想抓兔兔？我是昨天看小雨，他好像想养兔子，养不了啊。真假？我没有看完啦、啊、因为我们一起打睡着了。你作息爆炸哦？嗯，正常，作息超正常。好羡慕啊！羡慕什么？乱掉了。那去健身啊？不要了。嗯、来原地。肥宅哦，喝可乐。嗯，可是可乐会杀精，不能喝。那杀杀。嗯。杀烂。哎、欸，也是哦，这样就不用。不用花钱买药了，靠药嘞！干嘛啦？等下你那边、啊、你那边不能讲这种事情是不是？可以啊，那就好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会有点危险。怎样有点危险？我们等下都还没破千追就被 ban 了，靠药嘞！嗯，2.0，哎、欸，那这是这可以抓吗？那还不行，这大只，这大只的。你是不拿武器的哦，你拳王哦，有啦，拳王啊，斗争要第三赛季了。嗯，就是他，等，你抓到了，抓了，你收服到了，好像要两只。好啊，那时候看他们是要用两只去抓的。哎、欸，有人哎、欸，那个是谁？嗨，立奇蟹啊！对啊，这也是要小狗狗的各位吗？我在陪叔叔抓啊。我刚刚也想说有狗狗，我要直接抓他。我想到，哎、欸，怎么有一只直接跑过来？我这么幸运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人，那边有人。叔叔的，他在抓狗，他在抓狗。这是我的狗狗。你也是吗？哎、欸，是哎、欸。抓狗狗。哇！叔叔几只了？欸、叔叔两只了。两只。鳄鱼来了。好好、哦，我也要狗狗。鳄鱼不要，好丑啊、哦！抓狗狗、啊。没有狗狗啊？还有没有啊？往上啊！往上。陪你啊。哎、欸，村长，怎么了？聊天室有问题是不是，村长？哎呦，好的，看来是没事，看来是切画面了。我好了。哎、欸，小鹿，小鹿，小鹿，哎、欸，带走。哦，吓死我了！想说谁在那边打？
啊，可是其实我会有一点点的想要抓矿兽，可是我们现在好像还没办法弄矿兽。矿兽他抓得了吗？他没有小只的啊。好，有还有偏小只一点的不是吗？哦，有。可是那矿物质比较少，我记得有小只一点的，但是他好像还是会来打你，就是。哦。嗯。可是他矿物摄取不够多。这游戏怎么用第一人称啊 ？V。欸、对不起，好，按 V 是看自己，好像滚轮往前一直滚吧，滚到底，有吗？好像没有、欸、往前、就是、往前滚，往前滚，对啊，我是，欸、我现在第一人称了、欸，我记得以前可以啊，我换我当拳王，超挡视线的，有狗吗？有狗吗？用你儿子拍。大只的，我发现匕首是上流血底 buff 的武器而已、欸。我这把也是啊，匕首伤害好低哦、喔。流血之属，哎、欸，这其实我也要拔、欸，我要拔一下。哎、欸，鸵鸟可有没有小只的啊？欸、是按 P 啦 ，P 吗？为什么是 V？ 按 P， 哦、oh ，按 P 变第一人称。哎呦喂、欸，这样射弓箭感觉就比较好射。我也是，不然你会偏瞎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射弓箭它强制转第三人称。哎、欸，那只鹿好大、喔，等下那只鹿好大。疯了！哎、欸，那只鹿好大。大熊鹿。怎么这只鹿那么大、啊？你要不要补个血啊？哎、欸，这只鹿还会揍人呢、欸。啊，小狗呢？这里照理说应该会有小狗的、啊，对啊。那个鹿哦，有人抓起那个小鹿了。要吗？我可以给你啊。还有狗狗，它是狗。哎、欸，兔子，那可以抓吗？我去看一下、啊，看看能不能抓。可是我比较想要大白兔。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不行。可惜了，那大白兔也不行。哇，不行。还我来了团儿！啊，好生气哦！我抓他小孩。哎、欸，那边孩子啊？要不要抓阿团？我已经抓小鹿了，两要两只哎。小狗要两只？对，好像是要两只。差不多就生了吧。哦。怎么样？那还有一只，那再抓一只啊？这边、啊、可以吧？啊？哦，所以两只才等于一只哦。我昨天看小雨在那边用是这样子啦。哦。哎，那狗狗啊，还要再找两只哎。对啊，找啊，陪你啊。狗狗，你给我滚出来！狗狗，不对，那里是人啊，我不要抓人。那都要抓你了 ，Go！ 哎，上次叔叔好像也是到这附近断线的。哎、欸，天啊，这没来过哎、欸。哪里？这里。啊，有吧？有来？有吗？这个没有吧？没有在中间的这里吧？看看可不可以解锁？哎，哎、欸，这个是？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。哦，七打。说话。
这个也是要放巫师的头吗？对耶，好像是一样的呢。欸，你跟他讲一次话，他的前胸就会动一次。哎，欸，我来了。没什么兴趣耶。我有，就跟果冻一样。这个我有兴趣。来看 donut。如果是抖另一边阿叔，哎，阿叔就会有兴趣。哎呦，好抖，好抖。是乌龟乌龟翘吗？之类的，对，没错，商人，这个也没办法。欸，他们没办法讲话，欸，对啊，讲话都看不到字，欸，超奇怪的。欸，天亮了，天亮了。意识的巫师。可那巫师都敲人敲特别痛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的可爱小狗狗咧，我记得有一个地方超多狗的，啊。哎呦，这矿兽在干嘛，啊？哎，我的匕首打他真的超慢。你们有没有那个啊？欸，这是怎样啊？这个是怎样的呀，啊？粉丝，有什么？有被袭人呐，啊？被袭人，没有发现矿兽用匕首打伤害超低，真的，哦，有这个设计哦。我打超痒啊！没有，矿兽打什么都很低，不不，那个匕首打什么都很低。哦，可是我看你们刚刚打伤害很高，欸，哎，匕首吗？我没有拿，欸。没有，我看你们打别的武器，打他很快一下就死了。哦，对，哦，你是说你的那两把，哦？对啊，我这一个，对啊。哦，他决定买DLC。我这一个会比较，就是打矿兽伤害比较低，因为矿兽不会有流血状态啊。嗯。对啊。那边有，下面没有鳄鱼。这不，这下面没有狗，只有鳄鱼。啊，那里又是村落了。有啦，有来过啦。不是啊，这边有啊，你断线的地方啊。对啊。那我们要不要去看蜘蛛能不能抓？你蛛，蜘蛛，蜘蛛好像不行哎，欸。可是蜘蛛都是大蜘蛛，都是大的。蜘蛛不是你招出来的吗？这是狗吗？这是狗吗？是。不是，它是大狗吗？找找看。哦，后面的是不是有比较小吗？欸，一样大欸。好像没有欸。欸，这不是欸，这次是那个欸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那另外今天DLC买的那个啊。这是生病狗啊。生病狗。人家只是吃比较少。哎呦，它完全没有毛。过重啊！大家一起来啊！这边记着，下次可以一起来啊！这边是副本啊！哦，这是副本哦。我看前面有一个洞啊。你说这个亮是紫的哦？你再往前走，你就会发现前面是一个大洞啊。哦。这感觉之后大家可以一起来。几个。几个，哦，很漂亮哎，欸！团说是圣坑，哎，欸，会读取是不是？看起来像副本啦，看起来像啦，我没下去不知道。我们偷看一下，哦，很深哎，欸，圣坑，哦，圣坑，要不要吃臭豆腐？快点！好呀，啊，圣坑的臭豆腐是炭烤的哦，不是用炸的哦。我来喽。哦，欸，下面有超大只的龙，欸，那个下次叫他们来，下次可以一起来玩了。哪里有龙啊？就他记了。我往下看。哦，下面啊，我们正下方，我们正下方，脚下。我看到了。哎，你直接下去了。掉下去。小龙。这边感觉可以跟他们讲这个东西，那不用标记啊，既然都已经是叫圣坑了。对啊。那，哦，怎么删掉原本记的，
洞洞。白痴，我吃到人。这是有恶魔鲜血。我也有恶魔鲜血了。恶魔鲜血大家可以干嘛 ？I don't know。哎，这里有书哎，啊，下次跟他们一起来的时候再来。是狗狗吗？还是有？哎，前面是狗狗，可是都大只的。好像有一只小的。有吗？没有，都是大只的。好难过。杀掉。长大了，不行了。对。就现在，我是邓林。哼。雅鲁克。OK。挖铁吗？哦，铁！我跟你讲，缺钢啊，缺爆钢。哦，所以你弄完了哦。啊？那天弄完了哦。我没有弄完啊，我那天只有用一点点而已啊，因为不够，材料不够啊。铁用完了。我打算要弄那一栋全部都是邪马台风格的建筑，那个全部都要钢哎、欸，要求。要求。有一只小羚羊，看到了。我要狗狗，羚羊爸爸。有两只 ，OK。哎、欸，有兔兔哎、欸，有大兔兔。抓不了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只是老兔，你知道吗？它跑很慢。真的假的？它跳超慢。对啊，你看它跳超级慢啊。你有没有印象，白色的兔子就会跑超快，它的就跑超慢。这里有没有水啊？No、欸。我在想会不会兔兔就是有更小只的兔兔啊？会不会没看过哎、欸，人来了是没看过啦。这里有铁，好，有矿兽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我这把打这个也很不痛哎、欸。啊，还是阿旺调过了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是阿旺调过了？没有没有，可是你们刚刚调过，你们打的就很快啊，也就是跟我比啦，跟我比会比较快。没、哦、喝到水，没那么好喝你。叔叔，你在干嘛？叔叔，好可怕！啊，剩他了，叔叔了，往我这绕。好了，我只能当坦。我想说你很开心，哦、不来理你了。啊。看一下哦，团在这里。好。团快渴死了。那你有水吗？我说团快渴死了。哦，那他可能没有水。他在跑了。Hello。
你们没有核打，我要死了。不知道，我刚刚在说你快渴死了。你有水吗？我只有袋子，我没有水。你拿，你拿。喝水，里面有喝。你快喝啊！谢啦，喝饱了。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喝哦。可以啊。哦。走这里，走这里。好。仙人步道。有狗，有狗，有狗，小的，小的。好嘞。这要爬欸，会死欸。我们的指甲很尖锐。小狗狗，吓死了！好爽，阿团哦，好爽哦，直接捡走。啊，你看到了是不是？你就死吧。真可怕，人类。开心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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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狗狗是乖狗狗吗？哎、欸，死掉的哎、欸，白痴！我也给它弄成红色狗狗。你抓完了？我要一只红狗狗。你抓完了吗？抓完了，那走吧。可以回去了。好啊。怎么回去啊？嗯，走这啊。哦，你们下去了。对啊。装水。咕噜咕噜咕噜，哎、欸，你是？哦，快到了，那这可以养吗？哪个啊？哎呀，这可以养哎。哪一个？乌龟吗？肥蛆。你要养蛆？哎，小龟。小龟也可以。哎，它咬你，它咬你，它看到你了，它看到你抓它儿子了。哎，这边还有，猪叔快点。叔叔来偷小孩，哎、欸，
你要观察他吗？欸、好多哦，啊，你后面，你看还在跑，哇，直接两只哎，好狠！这是发发吗？那现在因为大型联动了，所以聊天室没打声道招呼的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其实有看到，他们出门了哎、欸，好扯哎、欸！嗨，안녕하세요。等一下哦、喔，你现在要养哪一只？狗狗。那你要把先把一只拿出来，把你狗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其实一只就好了哦、喔。哦，还是他们刚刚讲的两倍，就是这个啊。哎、欸，消耗两倍。是这样哦、喔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好像是呢。这样。哦，它长大了。Hello。哦、oh, ，有，终于有声音了。哦、oh, ，原来你刚刚没声音哦。对，你刚刚有跟我讲话吗？我刚才听不到你讲话。有，没有？我刚刚说你有看到，懂？那是我送你们的礼物。有啊，感谢，我还可以。衣服。好，我做一下。那、啊、我可以再拿吗？还是等一下？可以啊，我现在点做就可以了。哦，它灯笼只要植物纤维，好好笑哎、欸！那很便宜耶、欸，啊，不用火之类的哦。不用，来这个你家里有龙二哈，这个地上那个龙像也给你，哈哈。感谢。感恩媳妇哦。
哎、欸，我们这个是不是塞不下啦？好好笑哎、欸。那个乌龟找不到地方可以塞我的东西、欸，乌龟可以拿出来。乌龟跟乌龟跟猎狗可以拿出来啦，长大了。右边那两，右边那三只拿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哎、欸，这边放个箱子好了。狗狗，我要等我的狗狗。乌龟太多只，我们怎么养那么多只乌龟啊？乌龟太好抓了，超多只乌龟。右路，哎，放这里啊。哦，他，哦，我看，哦，我看错，哎，还有猎狗跟大猎狗，哎，什么意思？真假？对啊，这两只长得有不一样哦。无语。哪里呀、啊？啊，怎么把它放出来啊？你就放在快捷键上，有没有？然后再点左键。哦，可是我想要把它变成不一样的。哦，那要喂它吃饲料，那个又是在第二期。你要去，你去那个，你 tab 打开，然后知识嘛，你去搜寻饲料。你说知，因为我昨天看小鱼是这样用的啦，去知识找饲料。找找看，小雨回来了吗？哦，关。啊，火锅大盆，我去看一下。拜拜。还要用的东西，不是狗好像是没什么好成语啊。复看看、啊，鹿是不是没 skin 啊？鹿好像没看到哎、欸，没有鹿。可恶，那就叫你们做了。没有，太难过了。行为。我家有那个啦，炼金台可以做。那个没有很难做的啦，我去弄。我疯了，我昏倒哎、欸！你为什么要抢宠物饲料啦？啊哈！是我不知道他会吃。笑死！我看一下这只龟龟有没有特别的龟。你在说龟龟哦？都是一样的。嗯。哎、欸，对，都只是二阶的而已，他好像没有，没有抓到特殊的。没有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团团有养到一只大猎狗、欸，哎、哦，真的假的？你看箱子。哦，有哎、欸，箱子有个大猎狗。什么大猎狗？那样子是大只的样子啊。哎、哦，谁有大猎狗？团团啊，有大猎狗。团团抓到，箱子有大猎狗，抓到色尾的。哦，
它可以合成大裂狗大只的那个红色的哎、欸。怎么合？团要合？我想我可以吗？欸、跟团团吧，因为团团他想要狗啊。对啊。我捡到一个猎狗尸体怎么办？我家的狗死了。啊？你死了？你死了？你怎么刚刚超度他了？好好的安葬他。我要怎么安葬他、啊？把他丢在路边。他丢不出来啊！他丢不出来吗？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对对对对啊！可以啊。我那边有一个蜥蜴的。对。哎、欸，你的可是看起来没差哎、欸，有差吗？没差吗？大猎狗好像跟一般猎狗看起来一样，还是它只是素质比较好？这只大猎狗，对，牙齿看起来特别、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它有700滴血，它血超多的、欸。哇，它初始就700哎、欸。对啊，它初始700滴血。700，我这个一般的零等是179哎、欸。对，179超少。好多。哇，你没有声音呢。大龟龟，可是它是抓起来的时候就会长不一样吗？没有，它是进去吃的时候，孵出来的，孵出来的时候不是吗？孵出来是不一样，我记得是孵出来的时候吗？你们有鳄鱼的 skin 吗？小我有啊，我有鳄鱼那边吗？小鱼是鳄啊，我想要一个鳄鱼的 skin。好啊，好玩哦，我再去抓。对啊，我说我就是一个诱拐集团呢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你放出、就是，就是发现之后就一直在诱拐。那放出来怎么办？放出来就不能，啊，已经放出来就没办法了。哦啊，这些可以丢掉了吧？可以啊。我真的，我把那小孩全部抓回来。不是啊，没有。宝可梦不就是生不好，V 数不对，放生吗？没错吧？确实。那乌龟把全丢了。好啊。我要去找大乌龟了，我走了。我去找邓琳。村长，请问你还有厉害的铁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去放铁、啊。我有拿一堆硫磺回来，我等一下放到笼子里。硫磺可以。笑死，绕一圈。我们昨天才挖10000多的回来，怎么会没了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没看到，我找不到。还有吧？记得中间四级还有很多吧？在中间的熔炉吧？还是都变成钢了？哦。抓路了！完了，我突然觉得这游戏好好玩哦、喔。主要感觉狗比较强，可是他们都选狗，那我就选一只鹿吧。对，鹿也可爱一点，可爱的小鹿。然后带他出来是想说让他去死，哎、欸，不见哦，来了。我先把他身上草拿下来了。哎、欸，鹿来，我走走。不是有兔子吗？可是兔子抓不起来啊。你说大白兔吧，大白兔也抓不起来啊。你谁？天哪，他还帮我打哎、欸！好啦，你吃这个好不好？
咪咪妈妈是我的子孙。我问这边有幽灵台的观众吗？是不是没有幽灵唱的？哎、欸，那叫啥？年轮。哎呀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听过他唱，然后这首好耳熟、哦，然后印象里面是幽灵唱的，又没有找到，没捡。年轮啊，就年轮啊。哎、欸，就现在，攻击刻刀，哎、欸。放着。我最近是突然在看抖音的时候，他说什么2022年啊啊！点错了啦！咪咪妈妈是。我想说这首只能在骂人，什么你妈妈什么高的，哎，听着听着，哎、欸，好听哎、欸。吓死我！不高、对啊，那个挖风突然变麦块，超奇怪的啊！很开到麦了。哦，开到麦了，拍谁？吓死！怎么回事？打飞是？不用了。嗯哼哼哼哼哼。咪咪妈妈是我的子孙。剑圈，小暴群。小狗，什么地方？狗狗？被跑掉了。我怎么偷偷揪团不说？嗯，我可能不说。
小狗，小狗。妈啦！哎，看戏啊，鹿！顶级的食材往往使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啊，带走。你不要打他，虽然有感情了。哎呀，虽然他该死，但是有感情了啊。嗯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加到毅力了？什么东西？你在跳什么？咪咪咪嘛，安安呐、啊，刚才在当宝可梦大师。是谁？他自己也在抓。哎，看到了，小鹿，小鹿，要往那走，那边有坏人。跟我走，我看到小鹿了。欸、看哦，我要长大了，来了来了，路不要走。啊、哦，耳朵的小鹿，快走，快走。啊、耳朵的小鹿。跑不动了。哎、欸，你讲清楚哦。啊，长大了，我没看错吧？有一只吧，有八脚八个腿的鹿，应该是有鬼吧？好、哦、喂、欸。又入加一，等一下哦。
往这边走。可乐，可乐。等一下，不能喝。我水袋没有水，白痴。哎、欸，一个小时了哎、欸，没有沙尘暴。我明天还要去接我外甥女下课，大家看到我跟看到屎一样，我要去接她。天哪，好烦哦。驾驶，感谢拎刀庆烟的三个月啊，对，还有感谢明的会员，谢谢。呀，走，我没装到水，奇怪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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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抓吗？我觉得兔子不能抓啦，因为兔子又不能攻击，应该是可以养而已，不能拿来战斗的啦。因为那时候看到一个小小什么小小动物龙。我去哪了？啊、哦！他找到了。我想说，我们抓到都是斑点的。对啊，他要找到另外一种。谁、欸、找什么？啊？没有，那个斑点猎狗。只有找到不一样的猎狗。哎、欸、啊，那个嘞，繁殖所在哪里？我不见了。等一下，盖更好的，好的，盖高级的，高级的。哦哦哦哦。那个羚羊抓旁边一点。这只哦。啊、哦、好。哦。还没动哎、欸。拿出来。好像很屌哎、欸。把它扔进去了。提高。哎、啊，要吃什么？他们比较好啊。应该是至少拿可口肉，快可口肉来一点。可口肉是不是？来可口肉。真的假的？还是要吃熟肉？不知道，试看。不知道吃什么？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。三抽。三啊！失败了。哇！快点粪便！刚才铲大便了，那铲大便了，收起来。我要把他们三只拿出来，三只都拿出来。干嘛拿出来？不准再给我吃了。
啊，箱子嘞？那个要放哪？还是在扔地上啊？箱子在旁边。哪里？好像没有药，我就丢了。哦，我说这个，如果狗狗，那还是我没有，我想说先放里面，确定没有要再扔掉就好了。有哦，你们要特殊的直接扔掉。哎呀，好厉害哦！哎呀，我来抽。升级了，他升级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哎，他岩佩西不能吃芦荟，他一定要吃那个哦。吃什么？纤维啊，纤维我有。哎、欸，来啦，给你一点。我的路嘞，一点纤维。我很多，我很多。我等一下来养。你有五抽，你有五抽。五抽不是我还，我身上还有一抽。哦，你这样还一抽。我有八抽。他是要喂龙肉哎、欸，那个龙肉早就烂光了。来开抽，开抽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一只哎、欸，有吗？有吗？有有有，有一只，有一只，有啊有啊，有一只不一样的。我有十九抽，十九抽，你根本就是人蛇集团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请问小鹿要吃什么啊？那我也知道好了。鹿要吃什么会比较好啊？纤维就好了吧？就纤维而已吗？哎、欸。它有没有种子？种子我没有了、欸。种子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、欸。种子种子种子。我有黄莲花种子。我、哦、又一只啊，又一只。哎，又一只，又一只红的。它长得比较不一样吗？对。它是红色的。红色那一只我先拿起来了。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哇，好好玩哦。可以去看兔子的位抓吗？兔子不能抓，我试过了。哎，白的跟棕色的我、啊、我白的没抓过啦，棕的抓不了啊，受伤。我也想、啊，附近的乌龟应该都是没有人要的吧？那我把它都放生了。哎、啊欸欸、不同颜色、欸，两种哎、欸，红鼻子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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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有两种，两种啊！这是箱子这里。那你两种不一样的红色哎、欸，一个是鼻子红红，一个是整个红红哎、欸，小丑。这个是原始的，这下面那只是原始的。哇，这边先删掉。你说那小丑好狠哦！我有十九抽，我可以抽出很多东西来。可以慢慢抽。抱起来。哦，它是不一样的。要红鼻子的。哦，有一只哎。红鼻子，那红鼻子最后五抽，好像就四种而已，四种吧？对，只有四种。看你能不能抽出最特别的，虽然不知道它哪个是比较特别的。目前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二三应该有一种，应该是。还有有还有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，全部都出来了。哦，哎你。这只颜色真的完全最特别、欸，很漂亮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看不到出来是什么颜，哎、欸，好粉哦、喔，哦不，好紫哦、喔，很紫的、欸，它有很紫，我把它放出来看看。啊！看起来巨人，巨人感，它比较强，对，这只红的，哇，背的。忍者龟，哦，这只看起来比较小哎、欸，红鼻子看起来好小哦、喔。红鼻子的，哦，红鼻子的感觉是好只，而且比较少啦。平常蛮看到，蛮常看到。啊，就是这两只比较特别的，二九二零六，嗯，这两。这只紫的是最好的。阿莫美高地美，毅力76%。粉，我是要去弄粉。那毅力82，哎，这是比较强。那我的还是让他上盔甲吧。88活力哦，这只活力比较高一点。高地美。
叔，阿叔在开讲是不是？等一抽，我帮你把邓林拉出来。欸、可是他那个右条条纹的那个不知道。普通，普通。小雨，你要不要帮他那个弄 skin 看是会不一样？一样的吧，他看起来就一样。哎、欸，你能不能拿起来，叔叔？很大便了，叔叔。什么大便？要拿出来啊，不然会是加大便呢、欸。对，一直狂吃。他们是狂吃，拿下来，拿下来。吃空。对啊，把它拿出来，把它拿出来。对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们不要了，我们要抓出来放生。放我了。放在袋子里面放生。没错。把它放在袋子里面，让它自生自灭。好。我需要大猎狗，这样它才会不会死掉，没有过分。大猎狗有可能。就他了。出门抓狗咯，来了来了，抓一次，我不服输。抓狗狗，外面沙尘暴哎、欸！我刚刚看到那鳄鱼跳出来了哎、欸，好耶、欸哦！对，我从右边跳出来，每次都有听到声音哎、欸。沙尘暴应该没有吧？我觉得鳄鱼真的是蛮帅的，只是就是太慢了。范围真的是蛮衰的，我都抽不到狗狗。我也没抽到哎、欸，我刚我孵了超多只，我都没有抽到，就是都没有抽到大只的。刚刚我的狗出来被大鳄鱼咬死，笑死。小狗年，哎、欸，那什么亮亮的？亮亮的，那为什么鳄鱼？那个大鳄鱼就很疯哦，跑超远哦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小鹿了，快去抓那个小鹿。哎、欸，你也来抓狗吗？没有，抓狗。我是想要抓鹿的。欸、狗怎么这么难啊？是来抓鹿的。啊、哦？为什么团团两抽就中了？什么意思？对啊，凭什么？莫名其妙。
好像又生小狗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大力狗。噎到了、哦、为何了不是你要去哪体力不够啊哭了哭了哭了小狗快过来太难了吧！好啊，你就这样子啊，不会跑啊。啊，让我想到以前有一首歌叫《啊带你去旅行》，抓到你了吧？哎，小雪安安，哎，小雪，你其实昨天的直播我跟完全程，不然你还在不在？你们到全程啊，就后面跑去打魔物猎人了。叮！小狗狗，这边会生。我的另一面会生路。哎、欸，鸵鸟有小只的吗？啊、小鹿哎、欸！走走走走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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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碎碎碎碎，你射他，你射他！大象有，不是我们现在没遇到大象啊。我刚好看到可以做大象饲料的啊，因为刚刚想说看一下那个这个有没有，但是没看到。打喷嚏哦，待会有80%几率会打喷嚏。我想抓你哟、哦！啊，刚刚那只小狗好可惜哦。有没有丢个什么烟雾弹的，可以潜行过去？大象长颈鹿哦，我要等，哎，重生是日夜交替嘛？
来吧，伊基马秀，好诶、欸，好吗？还有吗？整张地图哦，我就是会在这里啦。杰克欸，但这个是沙尘暴吧？嗯，屋顶是哪一个？哦，这个。安安呢？是不是要装水？不用啊。阿白哥哥，安安。哎，有点带的有点少。六只，有，应该好了啊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走了，不是我这里了。哦，升了吗？升了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没有就要回家了哎、欸。小鹿，小鹿，
可以长大哦，不可以长大哦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小鹿啊？什么？我哎，安妮不知道在不在？安妮在不在？安妮，嗯，那什么？乌鸦，他割了。黎叔呀，在产大便了，快收！我还在享受我的小丑龟哦。哎、欸，他没肉了哎、欸，啊，你又不喂他是肉？我没肉嘞，烤羊。你看，你在放啊？乱、啊，都是方法，都是方法。关心你们肉，给他吃一下。我当然没有啊，有就放进去了。哎、欸，我有肉哎、欸。你是不是在骗？没有，刚才、啊、你养到狗了、哦？我八抽，目前零。哎，别说了，我二十抽了。好呀，怎么没那缘分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中了、欸、哎！救命！聊天室一抽屌虐，好不好？蒸肉比较好吃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普通的就丢掉了啦。好。这给小雨，邓林，邓林是不是没大只的啊？丢掉丢掉，放生，没有色尾，放生。嗨。嗨，这样才一圈而已。
在哭啊。加固物欸，算了。加了没？啥礼物？啥礼物？哎，小雨。嗨。给你。什么东西？我看，我看，看到狗狗，我看，我打我。好耶，有大狗狗。想说我只有一抽的大狗狗，我一抽跑走了。哦，我刚刚有发现一个地方会生三四只的小狗狗。啊，真的有那么多？对啊。我有三只鹿。哎，我好像几抽了八加六，他们说邓林好像都只有一般的哎、欸欸。那没关系，养一只好看的、哦。我看一下大狗狗。嗯。看一下大狗狗，直接放。啊，大狗狗直接放也是长一样啊。真的哦。那还不如帮他换 skin。刚跑超远的，还遇到那个沙尘暴。对啊，我及时盖了一个二乘二的。哎、欸，这个人尸体浮在空中怎样？又靠这有个尸体了。有啊。我不要伤害。啊，我看他还在。嗯，可以挖吗？哦，有了，你把它挖掉。给干死。他们说喂可口肉比较好。可口肉，我刚刚说可口肉变异机会是 15%。哦，那么高。对。那你丢里面啊，再去找。因为刚刚你那一只是用野生肉，小碎肉的那个生出来的。哦，小型生肉 20%， 然后。哦。小型哎、欸，可是野生肉应该不知道，应该是另外的小型生肉20%，然后可口肉15%。哦，好，去找狗了。我去把这个狗狗换成。鹿没有。干嘛？哎、欸，他好帅哦、喔！算了，打不赢。好，等下是阿旺哦、喔。哎哎哎哎呀，你怎么没有带宠物？哦，我怎么了？你也没带啊？没有，只是想说，有啊，这里啊。在哪里？没看到、啊。哎、欸，哦，有了，应该是那个。我继续去抓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也有哎、欸，这个点。哦。这有病哎、欸。啊，好亮！讲杰克。还没死哦，还没死哦。生了生了生了，两只两只，不可能不可能，你怎么跑那么快？不要再往那跑了，不要！哎、欸，干那只吉娃娃跑太远了吧？停了，停了，他停了，他停了！妈的吉娃娃！有人有人，打不赢打不赢，吉娃娃走了，吉娃娃，既然路不会变异，那就没有抓的必要。来，聚合。
站太近了啦，活该。五黑，小屁呀、啊，吓到观众了啦！看一下哦，哎、欸，再绕过去一下哈。啊？哎、欸，看来是没有声哦。你这里看得到，哎，四十三分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我是不是又想抓鹿？又想抓鹿哎、欸！有没有鹿啊？有没有鹿啊？有没有鹿啊？欸、可口肉过来，可口肉 ，man， 哎呦，哎、欸，带你回家。这游戏是有爆头的哦。哇靠，很远呢、欸！哦，原来没看到我，低头。没了没了，回家回家。哎呀，干！那鸵鸟疯狗哎、欸。蜂鸟，我看一下哦，这是谁？杰克。他金色名字哎。好啦，谁？小心！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在
那个收灵魂，我已经收了，我刚刚已经把那里面打完一拳了。哦，对吼，那、欸、你怎么没带动物？我原本是要找你啊，可是后来我就跑去打那个迷路了。然后我的目的原本就是拿铁跟收灵魂。哎、欸，根本很难改建房子哎、欸，都要加固什么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小子的、啊，看到你了。抓你，抓你，抓！我打了，我打包。有帮小雨弄到一只大猎狗了啦。哦，我刚刚有抓到一只小只的。不要抽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找到几个。我灵魂打了。嘿。我灵魂打了64个了，我的祭坛可以升级了。哎、欸，好扯哦。就一个人刷、啊，可是好累哦。你说，我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做 boss 被围着打。哦，你是 boss 哦。然后我就被那个 NPC 啊，7个8个围在一起，然后我完全动不了。哎、欸，真的会僵直动不了哎、欸。对啊，超完全超超扯。而且我还没带芦荟精华。你也是很勇哎、欸。我就是打完一波，然后用绷带绷。哎、欸，你要回去了吗？还是你要吗？我在找狗啊。可是差不多了啦。对啊，差不多啦。我说前面还有一个狗的点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走啊。这里。下面吗？对，是狗嘞，没重生。就这里啊，这边有一个狗的点。哎、欸，没重生。那我刚刚去试打了，自己去试打了一下那个大鳄鱼。好痛，打不赢。不是，敲一下是有那个、啊，大也有打个2-3%吧，可是他咬我一下太痛了。看一下增加死亡率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哦，我今天死了2次，太白痴，我都被 NPC 打死。我看到你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像快汇合了，都发现你都要不见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又是杰克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每次都忽远又忽近？其实刚刚我那边遇到的，反正好像有两个蛮子吧，然后加上你刚刚来的时候，那个弓箭手是金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你的时候，你说哎，他、欸、是金框哎、欸，如果没有带棒子就算了。然后我今天带出去的两只狗狗都死了，啊，大的也死了、哦，就哎、欸、应该都小只啦，哦那就好，然后大的不是血量一开始7-7-6-700吗？一只死于 NPC， 然后一只死于大鳄鱼，他们说鹿没有特殊样子。他这是不是升级了、啊？还是本来就长这样？哦，小雨刚升级，这边有一只。所以是做出来，然后看样子是不是？对啊，直接看图案就知道了。有没有呢？有没有？有啊、欸，一只。对啊，直接拿起来。玩拉屎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吗？我没了，我都有这个而已。哎、欸，可怜的小鹿啦，邓林，
恩灵，恩灵。哦，杰克，你看这里啊，没人呢。小雨，嗨，娜娜，我要红色的狗。你要红色的狗，好啊好啊，我帮你弄。好诶、欸，有氧到。你丢出来，我帮你喝。啊，丢出来就好了。就是你把它 Q 在，你把它丢在地上，我捡起来，我帮你喝。哦。哦，它不能先放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放出来就不行了。哦，在这里、啊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这边还有只小的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不是这个的、欸，你这只太小了啦！这个太小了啦，你这个还不能啊！要孵出来才可以啦！你要拿去喂！不行啊，要孵出来才可以啦！你先去抽卡，你先去抽卡，等一下再来。你好狠哦、喔！你怎么那么狠？我一开始就直接来了。有啊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、咻！那看人家的楼梯。等一下，狗跟我走。看大家有没有水虫好了，我只想看到没有动非人类水虫。哎、欸，杰克有抽到吗？杰克没有。喂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是猎狗哦？对啊。哦，那、啊、我这边很多可口肉给他吃。好好好，我刚刚在找。对对对，好多。你看你给他肉之后，你再看他的那个统计资料，他会有那个增长机会。哦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对 对, 對，他会有加防加攻击。可是你这只有点微妙哎、欸，70/82。就有点小微妙，然后你点那个统计资料，它右边不是还有个益处吗？嗯，哦，还是要等升级解锁，就是、随机的技能，对对。哦，你看你跟我来，来我看你，看你就知道，这是我刚刚练到十等的。嗯，他就是会有额外的这种技能，10等、15等跟20等都会有。请问你是基础就加93了、哦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像是这一只吧，我记得我，哦，这只也比较低，70多而已。哦，然后我啊，我那只好像丢掉了。我前面有孵到一只龟，不是特殊的，但是它的毅力是100%，就是一定会生。哦，就是它数值也可以抽，懂了，然后技能也可以抽，对，所以就是，但是它很难，因为全部都是水加，不像宝可梦可以，就是有那种继承啊什么，它没有。好玩呢、欸，以后。就是抓这个了，可以吃。哎、欸，有一只乌龟。对啊，我家这边会生乌龟，超好笑的。对啊，你就可以一直带走，然后拿去孵看看，然后再看它的技能好不好。带走，带走。你去盖中间呢、啊？你去盖中间蛮酷的。不要虐待鹿好吗？哎、欸，你看它的圣所。它不是升级了吗？哎、欸。对啊。你人长出来了、欸。我还说它怎么？我有朋友说他怎么贵了？对，哎、欸、对耶，什么贵的？他升级了，好不好？他真的是升级的呢。升级就可以升级。
看那个楼梯怎么弄。哎、欸，你 DLC 那个包它没有另外的梯子、哦，树屋的那个。树屋的是桥。哇，他自己家也太帅了吧！他家超大、啊，会做衣服哎、欸，轻型正。哇哈哈！哎呦，尿尿，不是尿尿水池。哎、欸，这个水池我想要移到里面呢、欸，里面是有个地方是可以取水吗？可以尿尿吗？这是我。哎、欸，这可以取水哎、欸，我可以拿水就是。不好意思，请问砖块怎么做啊？石头拿去烧。哦，感谢，感恩。它是恢复活力石雕像。哦。嗯、啊，杰克可不可以放这里呀、啊？哎、欸、呀、啊欸，我在尿尿哎、欸！切过，切过，切过。我在尿尿哎、欸，然后他怎么尿？没有随便啊，随便啊，感觉，因为这边当初我就是在想要放个什么，不知道放。很想哎、欸，我取名字啊。你的狼真是卡住。我还多打到了一些奇蹟。哎、欸，狗要怎么取名字啊？我要放在这个是不是？哦，好，我等一下看。这样多了。狗怎么命名？小猫团团，你家到底花了多少钱？你点它，就是开那个包包的。那边的铁目前上面的那边的钢加工目前是花了大概500以上吧。我在想，刚发发说找不到铁锭都被你花光了。没有，来，我要来讲一次，我用的铁全部都是我自己去挖的，我有征收一点点，但是那边、那个时候里面还有大概2-3千个铁。好的，可以去看我的直播记录档。我要看的时候也没了。不要。那你就那你听到我的解释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哎、欸，请阿伦，阿伦。好的。传奇皮匠好了。我这边多了，我刚刚去打了那个邪恶教徒。哎、欸，然后就多了几个旗帜啊，看怎么摆。哦，这乌龟是不是特别大、啊？好奇这乌龟。所以，哎，你都来了吗？嗨，报数啊！一，报数时间，有人一了，来二嘞！感谢大家。二是谁？二是小雨啊！二不见了。哦，小雨来了，来了。好，所以二换三嘞。不是三吗？我不是三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、啊，四不在，四不在。五、啊、六、七、八。九啦，十，好，好，我来看一下，大家应该身边都不是跟着人了哈，都是有一个非人跟随了哈。啊，我的狗狗已经死两只了。为什么你狗狗一直死掉啊？他用小的啦。因为我一直出去打架。他是带小狗。然后动保了，带小狗。你要先让他在旁边看戏才行。他就很主，他就很主动哦。你要好好控制他哦。我发现大家是不是都养狗啊？没有，我是乌龟。我养蜥蜴。我乌龟。一个是乌龟啊，蜥蜴，蜥蜴在哪里？蜥蜴乌龟来了。蜥蜴旁边。蜥龟，所以两个蜥龟。两个蜥龟。三个，所以你也是。我是三个，然后其他都是狗吗？没办法，鹿不会变异啊。发发是鳄鱼。好，发发一个龙二，然后剩下都是狗狗。狗狗。嘿、okay.
好啦，那今天的重点，哎、欸，主要的那个飞人随那个什么随从，大家都有做到啦，好不好 ？OK 啦 ，OK 啦。好耶。那那个后面后续那个家的那个部分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还没盖好啦，就还没，所以就之后再看啦，好不好？你可以看你的右手边前方剩下神庙房子不见了，房子拆了，之后弄掉是不是？我把它拆了。不要，你的神庙是不是有升级过啊？他升了啊！他神庙你看他跪下来了、欸。我今天一整天出去打架，大人跪下来了。难怪我想说，为什么你从好像没有人变成人跑出来了？啊，不吧，还可以再升级，之后再看看。哦、啊，你那个热情表现是怎么拿到的、啊？就是做里面的蜜酒，做里面的做酒。你做你那个职业会有的东西，他就会给一个。啊，你去祭坛看就有了、啊。里面可以做的东西，对吧、啊？大家，我这边要插播哎、欸，我想问你们，要拿到战舞？战舞是什么东西？战舞、就我这个，因为我今天在小狗狗的路途中有遇到。是不骆驼？你大概在哪里找到的？我确实，我在 F5的地方找到。然后我想说，波波今天也不在，我们可能下次一起去学。可以呀、啊，那、现在下一个村长是不是轮一轮了？哈基呀，那哈基了，哈基没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我。好，那我们要在这边准备来交接啦。啊，是狮子天大神，哇，狮子，大神啊！来，当眼吧，收一收一。好，接收。有了，交接完了。就到这里啦，辛苦大家了，那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这种背包，我只有我那时候就是没有背啊。对，我只有拿到那个面具而已。嗯，背包不在，对，不见了。背包在这里，这啦。啊，吹号角这边有一个。他没有，我没有拿他。那个很挡视线哦，你再想一下。我看一下。嗯。哦。风险超大值。我已经看好那个楼梯怎么放了，下次再盖房子。对啊。好嘞，休息喽。啊，回家回家。卡住了，龟仙人。龟仙人。爱死龟仙人。现在大家是不是有点冷？然后我家可能也会拆了，礼拜天再来搞。上楼很困难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感谢各位。没有要加开，没有要加开了。嗯，其实早就想睡觉了，撑到现在。我想说，最近又看了一些健身的嘛，什么开合跳、原地跳，然后过膝什么的深蹲之类的。我想说，就看到说什么什么跳绳真的可以瘦身吗？他说可以，但是跳什么跳错方式、跳错姿势的话没有用。就整场看来，你一轮要至少跳400下绳，应该说，他跳100下，中间要深蹲个30次，然后跳100下要开合跳30次这样子。结果我今天去试了一下，我今天跳才一轮而已，我的膝盖已经快废了。欸、超大超夸张欸。好大喔、哦。没有镇妖塔这东西了哦。消失了。他死去了。他已经不复返了。我手打字啊，打字，他用讲话打了。
欸，可是很像故宫欸。什么故宫？很像啊，你从外面看嘛，真的很像啊。这有点像啊，对不对？我要哭了。哎，有啦，很好看啦。我要哭了。哎，是骷髅神怪塔、啊。没有啦，是故宫，是故宫，不是骷髅。哦。我要哭了，我要哭了。感谢杰克救救哦。哭啊！哭啊！包包。嗯。好啦，看一下哦。刚刚有谁跟我安安？我看一下哦。我是恐龙安安、刘颖安安、望月安安、包包安安、青蛙安安、样样安安、金冰布丁安安、爱雪莉安安、小熊安安、杰宇安安、把布安安、小伟安安、新花安安、B E B B B 呀样。是什么游戏？哦，对不起，刚刚回答过了。好啦，先这样。明天因为那个啦，那个崛起破晓那个魔物更新嘛，然后会跟姐姐玩一下。明天没玩就是后天玩啦、啊，因为他那个他影片优先嘛，所以要等他大概他今天晚上12点会打霍格华兹。那所以我们的，我应该会偷，不是偷跑啊，应该我们会提早玩啊，不一定是明天，不一定是后天，是明天这样子，看他霍格华兹那边进度如何。哎，阿坚幽灵不是有道馆站啊？怎么又不见了？可恶！我今天一直切画面，就是想说去挂台。哎，好啦。那就这样咯，原地解散咯，各位晚安啦，拜拜拜拜拜拜。